大家好，我是武术教练小易，今天只和大家说一个知识点啊，就是我们，正八字的五花和这个杯花去互换的时候，怎么样去互换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用九节鞭哈，我用的是这个，自制的这个小流星的一样东西，因为它惯性比较大，那么我在做特别慢的动作的时候呢，这个动作的节点，大家注意一下我这个词啊，动作的节点，也就是说。关键的点，大家会看得更清楚一些。首先给大家做一下啊。首先我是这个杯花的动作，那么这个动作像正八字五花去变的时候，有一个节点在哪儿呢？就是鞭子在我身体右侧呈这个状态的时候。注意看啊，呈这个状态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在做，看这一瞬间。它成这个状态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背，而是要把手竖直，啊，从这样的状态呢，我们不做这个状态，竖直这么过来，它就变成了我们正八字的五花，看，竖直过来。那么这个节点在我们变回来的时候，它也是适用的。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再去向前了，而是稍有一个停顿。等这个鞭子呢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突然之间身体要迅速的转回来，把胳膊呢摆成这个状态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鞭子把它带过来，就形成了我们的杯花。注意看一下啊，首先呢，我们看第一个啊节点的时候，我们变成这个动作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这个很难啊，其实杯花像这个正八字五花变简单。往回变就难了，注意看啊，到这儿的时候，慢一点啊，我身体呢要先转过来，看，然后身体先转过来，鞭子已经到达那个状态了，然后我转身就把它变成杯花的动作了，啊，说多了呢，大家理解之后一定要多练。那么你练1000次、2000次，等到3000次的时候，可能你马上就体会到这个巧妙的地方了。啊，我是武术教练小易，学会的呢，别忘了点赞和评论。任何的技巧不明白的呢，我们都可以用视频去交流，也可以发视频艾特我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